这样的这种事情哈，是我个人对国民党以及党员的一个政治承诺，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政治承诺。别人的立场我没有办法去评论啊，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但是我还是一个看法啊，国民党必须把党主席跟总统候选人这两件事情啊，要一起放在一起来思考才有意义。那我个人有这样的承诺，那别人呢，我没有办法评论。